在这个做任务场景中 ，FPS 能有30多帧失误啊，还挺流畅的。监狱还不特别熟悉。金属能有三十帧左右，还是挺流畅的。克里斯雷到处寻找的宝物，要找到那个，我也能变回原来的样子。这烦人，就是什么？非常有意思。快放手！烦人的小矮子，竟然跑到这里来了，怎样？温度还挺高，看看有什么发现。大概就是三十六七度的样子，15瓦光下一遍，可玩。三四十万，剧情模式。小黑魔这段，剧情非常有意思。操作二本特别爽。将他们再熟悉一下。你怎么了？我闯祸了。我看不出来。二弟，不是，二弟，
穿着多的高跟鞋。